我们这个学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知道什么是毕业吗？真的很开心的感觉，因为马上就毕业了嘛。我觉得他的开心就是因为要放长假了，就要和这个学校说再见了，就要去读小学了，就要离。七天后，大四班的孩子们将迎来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你知道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你们今天任务是来拍照的吗？叫我进来的任务不是拍照吗？妈妈，你心里早有我，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大家好，我是杨毅。杨毅比较温柔，心里面是静下来的，没有很凶的感觉。他呢，上课不讲话的。饭吃的不是很多，不是很爱喝蔬菜什么的，营养健康没有都提起来。杨毅，班里吃饭最慢的一个小朋友，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们杨毅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小朋友，他不喜欢你们去关注他。我的大名叫陈瑞林，我小名叫陈小瑞。积极往做华丽做我影响。陈瑞林，班级里的活跃分子，生龙活虎，时刻充满无限的动力。陈瑞林就是一个疯的，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我觉得他是不太乖的小朋友。陈瑞林呢，就是典型的那种男孩子性格，很活跃，很活跃，特别喜欢，希望你们大家能关注他。干嘛去了？我都听到了。就是每一次在学校的时候都被老师骂，因为你把他压得紧了，所以他的力气就变得大了，所以他就能冲得比较远，是这个意思吗？原来水管上面呀有这么多的讲究。我怕他如果给我一起玩的话，把我也交罚站了。哎呀，好真棒，是你好我的鼻子。哎，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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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谁的？我的，我有咖啡色的。我叫刘雨歇。丫丫老师有点凶。丫丫程度很高，因为年龄最小，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关爱。这算是你的功劳了。丫丫，那有点难说。他每次每刻都是很开心的。是啊，三次。
走路时候走得很慢很慢，像公主一样了。我们丫丫呢是很活跃的，各方面都比较主动的那种小朋友，看见别人玩得特别好玩的他就会去玩，然后就特别喜欢玩水。开心的时候就会露出一个笑脸，就是嘴巴有一些潮湿啊，就叫高，就是高兴。我很开心的时候，我的心脏会跑得很快很快。就是我手乱动的时候也算高兴的。我平常笑不太出来。准备，立正。距离幼儿园毕业还有一周，大四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排练在毕业典礼上表演的亲子舞蹈。不知什么原因，平时活跃好动的陈瑞林对于亲子舞蹈有些抵触。星期五下午我们到学校里大家一起回想，行不行？回去转告一下妈妈啊。他有时候会假哭，假哭的一点都不像。我不要演。妈妈跟你说，妈妈跟你一起跳，很简单的。我不要演。妈妈在旁边呀，你先听我说完。妈妈就说完，不是很简单，就站着一个动作，很简单。这个灯很亮，我眼睛吃不消那么亮的灯。这个灯也很亮，我也吃不消。你要么回家再问问看，实在不行嘛，也就算了。总之，开心最重要。还为了跳舞弄得高高兴。毕业典礼上面也是吧？毕业典礼啊，那我就报告。下个礼拜二。妈妈回家再说，回家商量一下。别不开心呢、啊？跳跳不是很开心吗？你越跳越不开心，哪个要去玩？跑，我不喜欢和乱跑小朋友玩。不听话的小孩不要跟他玩。清晨，孩子们带着打水仗游戏后的兴奋和满身的泥水回到教室，换上干爽的衣服，新的一天开始了。没关系的，用这种纸没关系的，你就把这个拿过去，没关系的。此时，每个小朋友都迫不及待地要把脑海中缤纷有趣的游戏世界记录下来。快也行吧。这个是别人的，叔叔。这个是叔叔。他本来就跳的，这个也会跳。不会跳。这个也会跳，这个也。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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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有没唱过吗？那是我爸爸唱的双飞歌。我妈妈也喝酒。水本身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然后你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每天出门就是钢筋水泥呀，接触的就是电视电脑呀，所以也希望有这样亲近大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我们发起了进攻，竖起了他的那个墙，挡住了进攻。然后用画画的方式来分享游戏带来的启发和收获，是孩子们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工作。怎么样来控制这个水的方向啊，你选择怎么样的工具攻击比较方便啊，都有探索的行为在里面。思维能力肯定得到了锻炼，协调能力也有发展呀。我用铲子来挖起地上的水，然后攻击。其实孩子有些行为他是无意识的时候做出来的，他知道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想出我的妙招了，我把水龙头这里关掉。你给我打开！帮助他梳理一下他在游戏中的一些经验，把他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也鼓励他们的一个探索行为。乱喷就是我高兴的那样，把水乱喷。为什么坏的那一堆总是有水管，好的那一堆根本就没有水管呢？团结起来才能赢，如果不团结是赢不了的。无论战果如何，对所有孩子们来说，游戏都是一场快乐的成长之旅。程毅他很笨。陈林好像是一个很烦的小朋友。他老是笨得上良心呢。他还疯。我直接大路盾冲过去的，我们最后获胜。没有分出胜负，没有输过，也没有投降过。在家的时候，杨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套手工玩具足以让他玩上一整天。我想要大发明家，我喜欢搭东西。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乐高，都长毛了。专注的投入，自由的观察、探索、创造和总结，在看似随意的游戏中，杨毅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经验。晚上我和奶奶玩多当妈，还有那个魔怪陀螺。那个魔怪陀螺是旋转的，用一个引擎来旋转。放学后，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很享受动画片带给他的轻松时光。我跟你说，其实我家很土豪，我有两把手机，一个平板。
爸爸妈妈太忙了，所以我才只能天天在家里面看手机。谁送来的？爸爸去买的呀。做蓝莓的吗？对。那你自己倒到里面去，我加一点。妈妈的高质量陪伴，让丫丫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那我呢？我们做的这个是 QQ 糖布丁。妈妈，我也要加班。我说。你不看啦？你不看，我不做啦。看。好，我们看。你看一下好不好？那是你的。嗯。看一下。冻住了没有？看。真的是布丁哎。等我妈妈在小树底下上班，我爸爸在家睡觉的。过来拿布丁！和妈妈一起制作的 QQ 糖布丁成功了，丫丫第一时间想到了与邻居小伙伴分享。好吃吗？大人一样，小朋友的礼拜一也多少带点小匆忙和不情愿。离开舒适的被窝，结束美好的周末，他们也不得不走进属于自己的江湖。早上的游戏时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光。孩子们在这里自由发挥，任意玩耍，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协同合作。老师就坐在那里看我们玩。如果有人受伤的话，就会让那人补，不要玩。我们就是观察，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太早的去插手。小朋友发生矛盾了，他们自己都能解决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介入了，可能他以后的依赖性会越来越重。有一些小朋友都玩那个花丛，像是在烤肉一样。弟弟，姐姐跟你说个事。干嘛？放学了我在你家，你去我家。好，知道了，我的魔幻陀螺和金红果实。我知道，你晚上在谁家吃饭？我在你家吃饭，你在我家吃饭，好不好？我还给你买冰淇淋，还给你两。我家也有冰淇淋，我家也有很多大。我不跟你说。是不是我打死你？啊？来呀，打呀！打，打，使劲的打。他吵架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他不吵架的时候我就喜欢他。我种过植物之后就是好朋友，互相帮助是我们需要的。
典礼临近，排练亲子舞蹈成为孩子们每天的重要任务。把你的膝盖抱到地上，抱到上面就可以了，抱在你的膝盖上面。对，这样手指尖要用力，不是这样乱甩，有上下，上下上下啊！反拉脸朝那个手心朝自己。对于亲子舞蹈，陈瑞林始终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这时教室里发生的小意外倒是激发了他的热情。我想休息一下。那边的那边要是正方向过。老师，我还能这样哭了。那你干嘛不去？你刚才说啊，我没有听见。刻意的去让他做了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他引起一种反感的心理在里面，他以后可能会对这个方向不喜欢了，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不适合我。转过来，点点点。昨天妈妈跟我说了，她很想陪你参加这个节目，你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然后那个舞台很漂亮。老师还是希望少有父母陪伴的陈瑞林能够参加这次亲子舞蹈，因为这是一个增进母子关系的好机会。如果到后来要合作，我妈妈把我抱起来，或者让我奶奶把我抱起来，不能抱很久，他们力气不太大。我不知道是何方，就是这个不要跳。明明会跳的嘛，你为什么不跳呢？他没想好。哎，我想要。我那个，你有没有去吃那边了？我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不要跟我扯别的。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来。这个装的好，这个装的好啊，知道吧？听到没有？啊，学好了，我不想上班。先学了再说。你跳得蛮好的呀，是吧？你比我跳得好，是吧？你妈妈跳得好，那你捡起来，不要扔在地上。都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这样的。怪妈妈。怎么怪妈妈了？我本来想跳。哎呀，不要！她一说我就不跳了。我从窝分我忘了。你这样很不尊重人的，我觉得。我忘了。那你看着跳呗，你问志明给你跳的呗。